财神菩萨，我天福是个外乡人，从小就没爹，娘又改嫁，好不容易跑了几十里地到这儿落脚，不求发财，只求你保佑我平安无事，没灾没难的。等将来天福有点成就，一定好好的来谢谢你，给您添油添金的。于是团长，你又在琢磨什么？啊？哦，我说当家的，我在想天福这个孩子，这两天有点反常。没什么，外乡人逢年过节难免会想家的。说也奇怪啊，天福的长相不像吃苦的样儿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他怎么会跑到咱们这个地方来落脚呢？嗯，这里面有问题。哎呀，你别犯疑了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好坏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时候不早了，你赶紧进去睡吧。你也别喝喇嘛了，别到时候起不来。你放心，玉翠他娘，你跟我过了半辈子了，哪天我也没断过酒，从来我也没误过事啊。年纪不小了，身体要紧，还以为你自个儿年轻呢。我至少还没到七老八十啊，真是。师傅，大娘。哟，天福啊，这么晚你到哪儿去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在外面走走。一个大男人，凡事想开一点，心宽不怕房子窄。师傅，没什么想不开的呀。我清楚得很，打你天福到我这儿来的头一天，我就摸准你有问题，是不是捅了娄子了？
没有，师傅，我不会是那种人呢。那你最近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？啊，你可别拿我当外人，我有话要说呀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天福啊，不是大娘说你，这你就不对了。算算日子，你到我们这儿也有年板了，那我们老两口可从来没有跟你见外过。是啊，大娘，您跟师傅待我好，我心里都知道。知道，知道你还给我打马虎眼，怎么，吃喝拉撒供你半天，连个朋友都没交上啊？我师傅，您千万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当初到清河镇来时候，真的是两眼摸黑啊，要不是师傅您收留我的话，我能有今儿个吗？我感谢您还。好好好，天福，我不是要你报答。我是看你成天愁眉苦脸的，替你担心。再说，万一出了毛病，我找谁去讲理呀？师傅，事情也没那么严重了。东西反正已经丢了嘛，大不了他们来找我嘛，我就跟他们。什么东西找不回来？你跟谁有过去？没有，我随便说说。没关系，天福，咱们是有理走遍天下。别看我是个扎花匠，谁要想在这清河镇欺负人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我真的没事。别娘娘腔。喝杯酒，暖和暖和。有什么话你尽管说，一切由我担待。这，我要当家的，你干嘛让天福喝酒啊？酒后吐真言啊！来，天福。就剩这么一点了，咱们俩分分。师傅，我从来没喝过酒，这喝下去里边烧得慌，我头还有点昏。一杯酒醉不了。想当年我在你这个年纪，两斤白干喝下去，照样还能赶完一殿花轿呢。来，师傅，我真的。你怎么了，天福？啊，不是，这小豆子在打金耳。是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要找他，他一定知道啊！我要找他，小豆子，天福，小豆子，天福，小豆子，站住！小豆子，哎，天福哥，是您了。吓我一跳，小豆子，我问你，哎，您抓我干嘛？喝酒醉了。我问你，你每天晚上打金，有没有进过财神庙？有啊。有啊。哎，那你进过财神庙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什么人在里面逗留过，或者在里面偷东西啊？没见过。怎么了，天福哥？你真是的，你打金的，你连财神庙都不看好啊？这，站起来！天福哥，您喝醉了，乔师傅他什么喝醉不喝醉的？你不想想，你打金的，你连财神庙都不看好，打什么金啊？给我，来！你给我站好！你给我站住！两位先吃点花生。嗯，哎，蘑菇大爷，
您在咱们这儿是管事儿的啊。这个不论年龄辈分，您都是这个。可是昨晚上那个事情，您可得管一管哦。管，要管，你一定要管啊！蘑菇大爷，不是我桂花多嘴，说实在的，咱们清河镇也有将近100户人家，对不对？那大大小小，全指望着土豆抱金过日子哎。对对，桂花，你话没错啊。这个土豆啊，虽然是个打更的，是吧？这责任倒挺大的。可不是嘛，那假如万一他这一偷懒呐、那万一哪家走了个人，那人连送粥的时辰都不知道，那该多冤呐！桂花呀、还没出正月呢，生意人呐、图个吉利，一大清早啊，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什么叫好听的？告诉你，唱戏还分身旦净末丑呢，何况我这人心直口快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有什么不对，嘎大娘，你说对不对嘛？我说桂花啊，我也不是袒护谁啊，土豆这孩子是我们看着从小长大的啊，按说嘛，他还没有这个胆儿啊，敢偷懒不干活嘞。哎呀，嘎大娘，话不是这么说嘛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回两回不要紧了，万一经常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以后要这样出了什么事儿，谁敢负责任呢？哎，这你倒是放心好了啊，蘑菇大爷拿好也是个管事的。再说这几十年来，咱们这清河镇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案子，这点小事儿，你还怕他管不了啊？啊？哎呀，话也不是这么说啊，人有失措，马有漏蹄，对不对？再说蘑菇大爷他又是个烂好人，万一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桂花啊，你别得理不饶人呐！啊，哎，前几天你们店里招小偷，那还不是蘑菇大爷派人给抓的了啊？这你就不说了啊？哎呀，嘎大娘，你不要那么凶嘛。其实我别嫌我话多，我是心直口快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再说我也是为了大伙儿好，提醒蘑菇大爷一声嘛。是吗，嘎子大娘，我这一口子就是有这点毛病，帮忙帮多了就容易出得罪人呐，您就别放在心上啊。哎呀，我不会那么没度量啊，少掌柜的。哎，甭管怎么说嘛，你媳妇还是个晚辈，我不会跟她计较的。是是是，嘎大娘，您这么一说，我可就放心了。要不然往后啊，我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哎，哎呀，桂花啊，没那么严重啊，该说的还是可以说啊。对对，这个说实在的，地方上的事啊，本来就不好应付啊。清河镇呢，虽然是巴掌大那么点地方啊。哎，可是这管起来还很不容易的呢。哎，当然了，疙瘩大爷，所谓人多嘴杂呀，疙瘩大爷您要多辛苦点了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少掌柜，你放心好，对于这个土豆不打听这个事情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，问个明白。蘑菇大爷，蘑菇大爷，蘑菇大爷，我到处找您，原来您在这。哎，土豆，你小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了。昨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不打听啊？有啊，蘑菇大爷。什么有啊？你撒谎！土豆，不许撒谎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哥大大娘，我敢发誓，我土豆绝没偷懒，是天福哥他喝酒醉，直朝我发火，不问青红皂白的，就把锣给砸了。您看，什么？有这种事儿？哎呦，蘑菇大爷！该说的我还是要说呀，这个天福借酒装疯，乔师傅该管的事儿不管，分明是跟大伙儿过不去嘛。哎呀，桂花，没凭没据的，你别在这瞎打我好不好啊？这话要是传到乔师傅是耳朵里啊，嗨，你又得罪了人了。我得罪谁呀？我怕得罪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只要问心无愧，我该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怕谁呀？各位大娘，你说对不对？嗯，这话倒也有道理。哎，老蘑菇，既然土豆也这么说呀，咱们就该到乔师傅那儿去问个清楚啊，甭管是谁是谁非，总要有个交代呀。好，咱们去。走走走，土豆，跟我走。是。哎，干嘛干嘛？你放手嘛你！
讨厌。没你的事，你干嘛去凑这份热闹啊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才滑稽呢，没事你干嘛净跟我唱反调？什么意思啊你？哎呀，胶多不粘，话多不甜，这是大伙的事情，别人都没有出来讲什么，你干嘛去管那么多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清河镇的一份子，我当然要讲，为什么不能讲啊？这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哎，天福又没有砸了咱们的饭碗，好坏啊活该。那可是乔师傅，他干嘛？他也不是吃屎长大的，他对咱们总该有个交代吧？难道他？哎，两位，请里边坐，请里边坐。两位是从哪儿来？怎么那么早啊？你这是茶馆还是衙门？查底细。哎，对不起。两位想喝什么茶？有什么喝什么，只要喝到不拉肚就行。哎，是，大爷您真是会说笑话。桂花。去泡一壶龙井来，要最好的。将就点吧，喝点茶叶末算了。啊，两位嘀咕什么？没什么。两位啊，请稍后一会儿啊，茶呀马上就到。掌柜，我想跟你们打听个人。您要问的是谁呀？你们清河镇上有没有个炸花匠乔师傅？炸花匠？嗯。哎呀，不瞒您说呀，我们镇上扎花轿的师傅有好几位呢。您要问的是哪一位啊？尼尔贝尔啊，他姓乔，乔我姥姥乔，听清楚了没有？是，听清楚了。乔师傅啊，就在前街的第三家呀。我再问，哎，乔师傅家可有个外乡人在那帮忙啊？啊？哦。你大概提的就是那位天福吧？有啊，他已经来了快一年多了。走。哎，这两个家伙满脸的邪气，怕侄儿是没看着什么好戏呀。这个。乔师傅，你倒说说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，蘑菇大爷，天福他昨儿晚上喝醉了，跟土豆闹着玩儿的。什么？半夜三更耍酒疯啊？哎，这不太好吧？是，我已经说过他。乔师傅，你不知道啊，人家背后头都在闲言闲语的，这不大好听吧？啊，我跟蘑菇大爷。闹了多少埋怨呢？我清楚，疙瘩大娘，这没有别人，准是桂花那个娘们儿，她又在教蛇歌了。这就难怪了，你要是把天福管得好好的，谁敢吭气儿啊？啊？疙瘩大娘，我管，我一定管。这个乔师傅，其实呢，说起来是件小事情，可是此风不可长啊。这个天福嘛。偶尔的出个洋相啊，那只要不伤大雅也就算了。如果他是经常使个性子，哎，这可就太不像话了。蘑菇大爷，这回算我疏忽，我向您道歉。您放心，以后我保证绝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。是吗？我说疙瘩大娘，天福这个孩子到咱们这儿日子也不算短了。可是从来就没出过娄子，这回可就奇了怪了。哎，乔大娘啊，我这个人可是个直肠子啊，有话就喜欢当面说啊。这一阵子，就有人看到天福啊，深更半夜的上那个财神庙里跑啊。嗨，谁知道他搞的什么名堂哦？我看呐是不做好事啊。这一个规规矩矩的人，怎么会摸着黑到庙里去烧香啊？啊？还会有这种事？我怎么没听说呀？哎呦，乔师傅，你是个大炮啊！这种事谁敢当着面问你呀？啊？我跟蘑菇大爷是没办法啊，非要问清楚不可嘛。哎，这个乔师傅，这个疙瘩大娘啊，她可没有恶意。他是怕你将来惹上了麻烦，哎，那可划不来呀。蘑菇大爷，既然我知道了，当然要问个明白。嗯嗯。
金发，师傅，什么事儿？你到后边去把天夫找回来。是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是。哎，爹，不得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天夫哥被两个不三不四人架走了。啊！玉翠啊，你看清楚没有？他们怎么进来的？啊，好像从后门溜进来的。爹，快去看呐！把铁棍带来，跟我走。是。估计都没错吧？啊，你等着瞧好了，早晚呢还要被猪皮肉肉。给我，你放开！你不是彭老三吗？你找我干什么？想不到你还认识我啊！当然认识了，在柳树沟的时候，咱们都是街坊嘛。彭老三，潘小五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天福，咱们长话短说。一年多以前，周记珠宝店那把火可是你放的，啊？这你怎么赖不掉了？当时县衙门派人去抓你。要不是崔少堂崔老爷子担的保，你出得来吗？彭老三，这事儿都过去了嘛。再说，崔老爷子给我担的保，我也当面谢过他了呀。没那么简单。周掌柜活活的让火烧死，你小子就跑了。这场命案还没了结呢，崔老爷子担着这份风险，到现在还脱不了身。你倒反而逍遥自在，这么说，到现在衙门里还在抓我？废话，这人命关天呐，火是你放的，你当然脱不了这层风险了。可是衙门已经审理过了呀，这火不是我放的呀，这是一把天火呀，这街坊邻居都知道的呀。天福，你现在说这些话太晚了，当初你在崔老爷子面前。可是，一口气承认火是你放的，啊？可是那是因为崔老爷子待我不错呀，所以我才承认了。要不是崔老爷子待我不好的话，就打死我，我也不肯承认了。天佛，天佛面前烧假香，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那你们两个意思要怎么样呢？两条路，第一嘛。你乖乖的跟我们回柳树沟去见崔老爷的，看他怎么说。那第二条呢？把你那件东西拿出去。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自个心里明白。给你三天时间，好好考虑，少玩花样。到时候咱们这儿见。小五，走。三天后，这儿见。东西到哪儿去了？现在人也找来了，三天的时间，叫我到哪儿找呢？师傅，说实话，刚才那两个混混是不是来找茬的？师傅，您碰见了？那可不，我亲眼看见他从庙里走出去。天福，嗯，算是这小子两个人机灵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这一铁棒子就抡死他们。你不能打人，打出人来。不，师傅常说嘛，这有理走遍天下嘛。好了好了，别废话。天福，嗯，我问你，这两个小混混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打柳树沟来的。那么老远的，他们跑来干嘛？你们有什么过节？没有，师傅，我不是那种人呢。天福，你可不能骗我。刚才蘑菇大爷老两口子跟我嘀咕了半天了，他们硬说你有问题啊，而且还有人
看见你半夜三更的老往这儿跑。我师傅，我是晚上到这儿来拜拜财神菩萨，希望他保佑我。天福，你别跟我打闷儿，现在也没有外人，你说究竟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我老实跟你说吧，当时我是在柳树沟待不下去了，才跑到这儿来的。蒙你老人家收留了我。是不是有人要陷害你？也不是，是我那老东家，他的店被把天火给烧了，这大伙儿硬说是我放的火，可是我真的是冤枉的呀。这么说，那两个小混混敢来找你，是要在你身上扎出一点油水，不然就要回去告密。是啊，师傅，他们就是这意思。那，你一定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上，所以他们才敢来黑吃黑。师傅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啊。他们来找我是找我要东西的，不然，要什么东西？师傅，就您说的，这是要油水啊！我也没发财，我哪里有钱给他们呢？哼，说没有，油也不能给。是啊，可是他们说，给我三天的时间，三天以后他还会再来找我呀。你放心，天福，这些下三滥别理他，到时候我来帮你出面，惹火了我就把他们抓起来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生气了？什么？你怎么又骗我？我怎么了？我不是崔宗说啊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你还是让彭老三他们到清河镇去找天福去了。哎，原来为这件事儿呢，我不是跟您提过吗？你说话不算数啊，少棠，都已经快一年多了，啊，怎么？人家的尸首都已经变成了灰了，你还跟人家过不去啊？哎呀，从前不知道他在哪儿，现在知道人在什么地方了，当然得把他找到，做个了断的。听你的口气，怎么，你还打算跟天福过不去啊？我干嘛跟他一个小伙计过不去呀？哎，大奶奶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看我每天行善积德，吃斋念佛的。完了，年轻的时候不觉得，哈，等了上了年纪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老两口子大眼瞪小眼的，连条根都没有，你说这不是活报应的？是啊，大奶奶，从前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，爱争强斗胜，现在上了年纪了，我这脾气不是好多了吗？你说的怪不错的啊。我跟你几十年了，怎么算你还算不准呢？大奶奶，我从前那些年跟人结的怨，该化解的也化解了，该弥补的也弥补了。说真的，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吗？怎么，照你这么说，你去找天福还不会死了这条心，非要把东西弄到手不可？哎，人为一口气，佛受一股香。哎，为了那件东西，我跟连城反目成仇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亏你还说得出口呢，你跟连城啊，20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为了这么一点点东西就翻脸无情。再说那也不是什么物价之宝，你想要他不让那也就算了，犯得上伤和气？哎，东西不值钱呢，
可是这口气难咽呐。我最气的是天福那小子，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居然敢骗我。吃谁嘛，像谁嘛，连城门是他的老东家嘛，你怎么能怪天福呢？我看呢，干脆，哎呀，你就打消这个念头算了。哎呀，到了时候你一冲动啊，一定给人家下不了台。啊，不行，我非办不可，争妻不争财。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一定要把天福那小子弄回来。哎呦，真瞧不出来，闹了半天，他还犯过案子，那不是逃犯吗？哎呀，桂花呀，你话没听清楚，可别在这儿啊瞎咋呼，知道不知道？谁没听清楚啊？我耳朵也没毛病，怎么会听不清楚？哎，桂花啊，你大概是听错了。我是说呀，天福受了冤枉啊，那两个小子是专门来敲诈他来的。敲诈啊！哎呦，我说蘑菇大爷，你这话怎么讲啊？你把天福当财神爷了？你再说咱们清河镇有的财主，哎，他们为什么别人都不找，偏要找他？哦，桂花，那你的意思认为有问题啊？哎呀，问题可大了，这人命关天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人家这个俗话怎么说？说墙高万丈，挡不住祸害，这可是得趁早。哎，桂花，你的意思说把他赶走，那不太好吧？蘑菇大爷，你晚得罪人不如早得罪人。那你要是说有顾忌，你害怕没关系，交给我，恶人我来做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哎呦，桂花呀，你别出什么幺蛾子了，平白无故的，咱们凭什么要赶人家走啊？凭什么呀？哎，就凭他杀人放火谋财害命，那就够了。你亲眼看见了？这我。我听说的。桂花，嘴上留点德。别说天福还没有为非作歹，即便他真的杀人放火，自有官府来治他，也用不着在这儿嚷嚷。呀，笑话！那我连说句话的自由都没有。好了好了，桂花，你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乔大爷，对不起啊。桂花心直口快，好话也让他给说您了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来。少掌柜的，哎，好坏我们不去研究。今天不管怎么的，天福当初是冲着我来的。只要他在这儿一天，谁要是想背后破坏他，那我可不答应。破坏，笑话，谁吃饱撑了？那你何必造谣呢？你这种口气，明明是在欺负人嘛！我欺负人？哎，你说清楚，我欺负谁？你说欺负谁？欺负谁？欺负谁？你，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少跟我吹胡子瞪眼，别人怕你不敢惹你，我桂花不怕你，顶多大不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桂花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乔师傅。是咱们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别为了一点点小事情伤了和气呀、啊！什么小事大事？你耳朵聋了、啊？眼睛瞎了？没看见没听见？哎呀，我知道桂花，大伙儿在一块儿抬抬杠啊，都不会往心里头去了。好了好了，茶凉了，赶快去换一壶热茶吧。你还喝茶呀？我看你喝尿算了，什么东西？这样的一位媳妇儿，哼，也不知道哪一年缺了德呀，哼！哎，乔师傅，您可别放在心里头啊，我跟你道歉了。那可不必，少掌柜的，你这个媳妇儿，她的嘴里啊，从来就没有半句好话，那么多年了，我也见怪不怪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大伙儿相算一块儿啊。这个小小不然呢，他总会有的，是不是？他牙根儿跟舌头还经常打架，只要彼此了解就算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乔师傅，我忘了问你了，那两个小混混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蘑菇大爷，
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给您商量。怎么又结伴生枝了？不是，蘑菇大爷，我先向您备个案，万一他们再来，我非打断他们的腿，吃官司坐牢，我去。哎呀，用不着，用不着啊！这好歹呢，我是这儿一个管事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两个家伙想在清风镇上乱来的话，哼，门都没有。哎，三哥，你怎么现在来？我让你出事了。扯淡，我这刚出道。三哥，长龙不压地头蛇，现在咱们脚踩的是别人地盘上，凡事小心点，总不会有错的。事情办不成，光小心有屁用？怎么样，事情打听清楚没有？乔师傅究竟是不是道上了？什么也不是。听说他年轻的时候练过几天拳脚，哦，就凭这一点，好管闲事，爱咋呼。这么说，天福跟他什么也扯不上了，八竿子打不着。不过，乔师傅倒是不能投亲。依我看嘛，咱们这档子事儿，他可能会插一手。他凭什么？逞能？还是想分杯羹？那倒不会。天福身边那样东西到底值不值钱，连我都不清楚，何况他呢？三哥，事情既然这样，咱们干脆把我宰了。时辰了，你一句话也不说，我会被憋死哎！是，天福，你也别想不开呀，天塌下来呀，还有大梁顶着呢，你这事儿又烦什么嘛烦？不是想不开呀，我是琢磨一件事情。是啊，我明白呀，你就是为那件事情提心吊胆的。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嘛，师傅不已经说过了吗？只要那几个小混混再来，哎，倒霉的就是他们。不是，不是这个事儿。我是在想，我都20多岁的人了，到现在一事无成。地上要有个坑的话，我一头就栽进去。干什么？哎，你活了不耐烦了？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不做亏心事，黑夜走路啊都不用点灯笼的，光明正大的。好坏的事情啊，我爹替你撑着。雨翠，撑不下去的呀。师傅脾气不大好，我很多事闷在心里，我也不敢跟他说呀。其实啊，你不说他心里明白得很。你以为他是个大老粗啊？你错了，他是粗中有细，他人前人后啊都护着你呢。啊？这照你这么说，是师傅知道我的事儿了。嗯，你很多的娄子啊。不过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爹可是始终不相信哦。可是我娘就不同了，她就认为你爱说谎。她还认为啊，那把火根本就是你放的。这大娘也真是的，怎么老是对我犯疑心呢？这也许你平常说话不注意露出马脚啦。或者说他到别处去打听的，不过啊，这还好，我爹不相信，他还一直跟我娘抬杠哦。我又没得罪你，你们抓我干嘛？住口！这家伙是宰了你！上敲门，把天父叫上，快出去！马上去。天福哥，天福哥，有话跟您说。小兔子，你不去打听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有事儿？哎，彭老三，您这干什么？这三天时间还没到啊。
有什么目的啊？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柳树沟去吧。还有你张虎，下次来，我今天非让他提枪抡死你不行！干什么？简直无法无天！不能快了吧？天佛给我放掉！放掉！乔师傅，套句俗话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今儿个我们找的是天福，你出什么头啊？天福在这儿帮我的忙，好坏我都有责任。你们休想动他一根汗毛！你口气不小，你凭什么？你是抱义气呢，还是找麻烦？都有。清河镇这地方不比别的地方，你们想在这儿撒野，瞎了眼！乔师傅，我是看你年纪大，怕你这身老骨头经不住我这一拳，你别不识抬举啊！走，站住！明有王法，暗有神，你们这些嘎杂子、琉璃球，简直目中无人！师傅，你没吃过龙肉，你总该见过龙爪吧？别以为你年轻的时候练过几天就可以唬我。你还差得远啊！好，我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们不可。滚！什么什么滚！没出息，年纪轻轻的不学好。哎，爹，你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呢？教训他们一顿就算了。人呢？人呢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那俩小混混人呢？我已经把他们打跑了。哎呀，乔师傅，这个礼呀是君子，法呢是小人，是不是？这件事应当由我来处理。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呢？哎，这两个跑了多久了？蘑菇大爷，只要他们以后不再来惹是生非就行了。哎，不行不行。那怎么得了呢？啊，此风不可长啊！我非把那两个小子抓回来问个笔录，往后出了人命我找谁呀？啊，走走追去，走走走。他人都跑了还追什么追嘛？不是我小心眼儿，我看呐，分明是有人故意在放人。哎呦，桂花啊，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啊！蘑菇大爷折腾了这一夜也真够受的了，现在呀人还在裹着被子在睡大觉呢。嗯，该大娘，不是我瞎说，哎，昨晚上我要是在场的话，嘿，准把底儿给他们宣了。哦，哎，怎么你又打听到消息了？该大娘，嗯，你想想看，这乔师傅是个多厉害的人物啊。他会让那两个混混啊，没事跟天父两个人当面对质，那不是等于把狗屎往他自个儿脸上抹啊？哼！那合着你是怀疑天父跟他们是一伙的？八成啊是谋财害命，最后啊分赃不均，变成窝里反。嗯，这我就弄不懂了啊！那天父要不是个正经人。哎，那乔师傅为什么老袒护着他呢？他难道说，哎，他在装糊涂？那还是，哎呀，该的大娘，这事儿我要是说了呢，让我们那口子听见了，又该骂我多管闲事，口没不留德，又骂我一大套。那我要不说呢，心里憋得慌。哎呀，不要紧的啊，你说给我听听嘛，让我心里也好有个底儿啊。去。好吧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猜到，我想啊，这个乔师傅啊一定是粉球滚汤团有一份儿，哎，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那么帮着天父说话，要我也不干呢。桂花，你这张狗嘴里都干不了吃屎啊，你啊，啊又在背后胡说八道。你凶什么凶嘛，你才是狗，你吃屎！你看你这副德行，
这是，嘿，我都更让你丢人了。丢人？丢什么人呢？我偷人养汉了，我丢什么人呢？哎、好了，哎呀，你们这两口闹什么嘛？那不嫌难听啊？啊？疙瘩大娘啊，您不知道啊，他呀心眼太窄了。当初乔师傅啊借给我们一笔钱，没到日子就来讨，这下子就坏了。他呀记恨人家一辈子。本来嘛，啊、哦，根本就是看不起我们，瞧不起人家。怎么，人家好心好意的把钱借给我们，难道说也借坏了？那是你们够得着啊！说得好听有通财之意，说得难听。根本就在放高利贷！你这张嘴，这简直像放屁！你才放屁！这，桂花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可处处让你啊，没跟你计较。从现在起，你要是把我惹急了，我就要怎么样？我就想打人！你敢？谁说我不敢？啊！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啊！你好汉不打气，好狗不养鸡。这你怎么，甭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能随手打人吧？我，人家活着那一辈子还没有人再打过我，动过我一根汗毛，哪敢打我？不要我！好了，我的姑奶奶，我跟你认错了，好不好？今儿开始，我跟你没有关系啊！嘛你啊，好像是自己的肉不是自己的，这打来打去的啊！陈老天爷子，我们回来好。事情办怎么样了？天福人见到没有？见到，事情很圆满。好、哦，那人呢？陈老爷子，我们考虑再三，结果没带他回来。你们是不是把他给解决了？也没有。那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啊，陈老爷子，不瞒您说，我们兄弟俩替您办事儿总是特别小心，尤其这回啊，更是提心吊胆，生怕出了岔交不了差，所以啊就没敢轻举妄动。这么说，你们又白跑一趟了。不，有收获。崔老爷子，天福在那边的情形我们已经打听得一清二楚，而且跟您的估计多少还有点出入呢。是不是天福不愿意把东西交出来啊、哦？那他倒不敢。崔老爷子，问题是乔师傅在从中作梗，替天福撑腰了。乔师傅，哼，乔师傅只不过是个扎花轿的大老粗，他有什么作为？崔老爷子，据说此人不简单，凡事只要他一插手，多少有点麻烦。哦，这么说乔师傅还是清河镇的一个人物呢？崔老爷子，人物他还不够格，说好听的，他是个愣头青呢。当年练过几天拳脚，就凭这点，他处处逞能好强，瞎搅和。既然这样，我自己去找他。天福，说，你在干啥？有人敲门呢，我去看看是谁呀。管他呢，天福啊。嗯。半夜里边一定没什么好事儿，上一回就是个例子，万一要是再是那几个小混混怎么办呢？秦芳，这是福是祸都躲不过，总得看看是谁呀。天福，嗯，哎，你们俩干什么？师傅，外头有人敲门，我想去看看是谁。我来。这是不是乔师傅的花轿铺子啊？哎，对，啊，马上就来了啊！我去开门。
请里边坐，请里边坐。哟，天福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我听说你在清河镇，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。天福啊，这位是你的什么人？他就是我，是我一个远房长辈。是是是，毕姓张，从南边来。这就怪了，咱们素不相识。您怎么会知道我的？是天福啊，写信给我的时候常常提起你来。哎呀，巧了，这些年呐、啊，多亏你照顾他。哎呀，这个恩情啊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这哪儿的话？请坐，请坐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巧了，改天我再来打听好了啊。怎么？刚进门连杯热茶都不喝吗？哎呀，不麻烦了，我还有事情。哎，乔师傅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啊。师傅，我陪他出去走走。哎，对不起，告辞了啊。告辞了啊。不错不错。师傅，不大对吧？我看咱们两个的眼神呢，管你个屁事！把门拴好，早点睡觉去。是。周掌柜的，你怎么到现在才露头啊？差点没把我给急死。这年把你都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还不是东奔西跑，见了熟人就躲起来，生怕他们认出我来。那您这么说，没回过柳树沟啊？天福啊，你这个人真没有记性。当初那把火是我让你放的，柳树沟的街坊个个都认我周连城已经被烧死了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？真是。是啊。您看我多糊涂，周掌柜的，这是事情这么久了，您看这个崔大叔会不会再起疑心呢？啊，他还怎么样？想起这件事情我就痛心，20多年的老朋友了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哎，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的？是啊，是掌柜的，说真的，您跟崔大叔本来都挺好。就为了什么事情，你们两个说翻脸就翻脸了？他那个人呐，心眼多，疑心重，好占便宜，一旦吃一点小亏啊，就认为所有的朋友都对不起他似的。其实啊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……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他要了个东西，你没给他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只是借口。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只有他跟我知道，还有你娘。我娘啊？这崔大爷认识我娘啊？啊，认识认识，不过不太熟，不太熟。那没关系啊，这回头我找个机会去问问我娘，不就全清楚了吗？说也奇怪呀，这崔大爷怎么想的东西在我这儿呢？特别巧，这彭老三、潘小五到这儿要东西啊！啊，这么说他真的不死心呐？你不晓得呀，那两个人好凶啊！到这儿来，限我3天之内要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就把押回柳树沟去。我当时真想逃啊，可是我又怕你来了找不到我。你是怎么样把他打发走的？这掌柜的，不是我打发的，是我师傅3拳2脚就给他打发走了。可是我，你怎么样啊？掌柜的，我把你给我那东西弄丢了。啊？丢了？哎呀，你搁在哪儿了？我本来是搁在我床铺底下的，后来我不放心了，我就把它放在这财神庙的财神菩萨后头，后来就不见了呀。哎呀，天福啊，你真是的。哎呀，
这财神符的底下怎么能放这么贵重的东西呢？哎呀，这周掌柜的，说真的，您那把东西交给我之后，我从来没看过，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是。翡翠马，啊，翡翠马呀！这么值钱的东西，我给弄丢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真是我这该……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已经来了老半天了。啊，师傅，那这么说，我们刚才他讲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感情，天福啊，你实在是很差劲儿。周掌柜既然不是外人，你们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，何必鬼鬼祟祟的跑到财神庙来？这，师傅，我不是有心瞒着你，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你拿我当250呢？啊，天福啊，说句笑话。你是公公给媳妇儿洗裤子，早就露出马脚。乔师傅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呢，我也不再隐瞒你了。总而言之啊，都怪我，因我而起，您多包涵，多包涵。周掌柜，我是气他不跟我说实话，朋友啊，交到这个程度，有什么意思？师傅，我不是有意要瞒着您的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对您开口才好。你对周掌柜忠心耿耿，这是你做人厚道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是我当面捧你，冲这一点就可以叫。师傅，可是清河镇上的人都以为我做了坏事，就连大娘她也……别人没摸清你的来历，当然会犯疑，我也照样。咱们啊，朋友归朋友，你要是真的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啊，打我这儿就行不通。是，那还用说吗？乔师傅，人间的因果报应啊，必定是公平的啊，所以说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，逃不掉的呀。现在既然事情都弄清楚了，该谁的东西，我还是还给谁。天福，没错，一对翡翠马，原封没动。师傅。这东西原来你拿走了，有好些人唯恐天下不乱，我是安好心的，生怕这东西啊落在别人手上，万一他们拿去当证据，稀里糊涂的往蘑菇大爷那儿一送，告你一状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是，这真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别废话，拿去吧。谢谢师傅。对了，掌柜的，这东西实在太贵重了，我不敢替你保管，您还是自个儿去保管。其实啊，这对翡翠蚂蚁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吧。周掌柜，现在你总得安心。到我那儿好好的叙叙了。哎，要去要去，乔师傅，我还有很多事要跟你商量了。以后啊，我一定去打搅的，一定去打搅的。欢迎欢迎，请请。
少棠，哎，也没人拦着你，你为什么不到清河镇去找那个天福要东西呢？大奶奶，我有一肚子话，我要不说出来，我的心里憋得难受。有话你就直说了，你对我何必还要吞吞吐吐的呢？大奶奶，你还记得吧？20多年以前，有一次，我带了一个小娘们回来。没忘记啊，小桃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我也是一番好意，原想呢，找他来陪你作伴，谁知你一见面就火了，你那么一火，我以后也不敢再理这件事儿了。我又不是木头，把个人弄到家里来，这还像话吗？可是，小桃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了，而且还是个小子。啊，少棠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当时你那么大火，我怎么敢说？说也白说呀。算起来那孩子也很大了。小桃的人呢？孩子是不是跟他住在一块儿啊？不知道，当时你一闹，他一气，领着孩子就走了，就不知去向了。可是有一年呢，我在连城店里突然发现那对翡翠马，我才知道这小桃跟连城已经碰过面了。这我就弄不懂了。你跟连城就是为了那个翡翠马才翻了的，怎么现在又跟小桃扯到一身呢？大奶奶，这不瞒你说，那对翡翠马是我买给小桃的。我不是这个为了那东西气连城啊，我是气连城为什么不告诉我小桃去向。我敢断定，天福就是我的孩子。不会吧？天福不是连城的小徒弟吗？哎呀，你听他瞎扯，我们几十年的朋友了。父子之情，他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，你说怎么叫我不恨他呢？哎呀，人都死了，这些恩怨呐，还提他干什么？倒是天福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大奶奶，我就是想跟你商量，我想把天福接回来，你肯吗？少爷，我们都几十年的夫妻了，再说啊，我也不争气。也没有给你生过孩子，哎，说起来也够惭愧的了。天福是你的骨肉，当然是应该接回来了。不过问题是，天福已经20多岁了，你们见了面该怎么说呢？哎，这年纪大了，这脑子也不中用了。我听你说了这么老半天呢，我这才弄明白，哦，原来天福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身世啊！啊，葛大大娘，啊，我还不是一样，要不是昨儿晚上周掌柜的把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啊，我也是转不过来。我说当家的，我不担心别的，我觉得。周掌柜的猛一下子跟天福说明这些事儿，那管用吗？哎，怎么不管用呢？这个天福跟着周掌柜的已经10来年了，再说他娘也在，要是犯疑的话，可以当面去问他娘去啊。嗯嗯。不过这个乔师傅，他刚才你这番话呀，乍听起来没有毛病。可是我这么细琢磨，哎，好像有点不对头啊。蘑菇大爷，哪儿不对呀？您说呀。哎，我认为呀，这个周掌柜的太不近人情了。这个老实说呀，他呢只是站在第三者，啊，他应当呢衡量轻重才对。哎，他怎么死不松口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那姓崔的呢，才跟那周掌柜翻脸呢。蘑菇大爷，这个周掌柜的，他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说不定啊，天福他娘当初啊，跟周掌柜的嘱咐过，所以周掌柜的他才闭口不谈呢。这也没道理啊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
天福呢是姓崔的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应该找个机会呀、啊，跟天福把事情早说明白了吧？这就难了。哎，蘑菇大爷，这个天福他娘不言语，光周掌柜的说没用啊。万一对方不认账，那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哎，我说老蘑菇，这要怪也得怪那个姓崔的啊！哎，谁是让他当年不负责任，丢下小桃娘俩不管呢？啊，这一个女人呢，生个孩子啊，等于是送了半条命啊！啊，现在孩子养大了，他就想领回去，这未免也太捡便宜了吧？啊，这个。各位大娘，你这话是不错啊，他不过呢，讲心比心，这件事情，如果叫我遇上，但我，你呀、啊，你碰不上喽，依我看呐、啊，你得下辈子喽。哎，请问，哪位是乔师傅？是我。哎呦，老大爷，您贵姓啊？我姓崔。我是从柳树沟来的，乔师傅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您是，乔夫他爹，你们是来认孩子的，您怎么那么清楚呢？崔老爷子，咱们闲话少说，先办正事，我带你们去找乔夫去。好，谢谢，行。周掌柜的，您不是跟我说过吗？说崔大爷心眼多，疑心病重。再说，我娘从小就跟我说我没爹呀，我娘她不会骗我的呀。姐夫，我料到你会说这种话，所以这些年呐，我在你面前就没有露出半点口风。那您为什么现在告诉我呢？我这次来的时候呢，经过你娘那儿，我特地去看了看她。我想也许他是想通了，所以呢，不，我娘脾气最倔了，她如果记恨一个人的话会记一辈子的。天福，你不了解，人上了年纪啊，许多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，也许他觉得他跟你爹之间呢，除了没有缘分之外呢，这点情谊还存在呀。周掌柜，您养活我十几年，照理说，您的话我该信的。可是这件事儿对我太重要了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就认了。回去问问我娘，到底怎么回事。对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天福，天福，你干嘛？是慌里慌张的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啥事儿？我问。乔师傅对你够不够意思？当然够意思了。那好，天福，咱们中国人讲究的就是这一套，儿子老子没有二话说。赶快过去叫。去呀，还等什么呢？过来，孩子，爹，天福，大嫂好。他们父子谈他们的，咱们谈咱们的。哎呀，你还真会折腾！要不是乔师傅在路上跟我说呀，我还是才明白呢。哎，我还真以为你呀，大嫂，说句老实话。我真有点怕他，咱们是惹不起，只有躲呀。连成，乔师傅的话对，朋友还是老的好。这些年，你心里受的委屈，哥哥我心领了啊。我清楚，你是吃定我了，我只有认了啊。这老哥俩像孩子一样啊。少棠啊，听我的话没有错吧？多做好事，修来世，是在念佛啊，求心安。对，咱们呢烧香磕头，谢谢财神菩萨。对。